中国握手采取方洗手披发行营来去于风，我们是大明的臣民，不是猿人，从生到死头发一根不少，也一根未取。头发是我们的灵气，从皇帝死走开始，直到躺进棺材里白发遮体，直到马甲铁骑南下颁布新令，留发不留人，必须老顶清场，难于磨辩，垂辩为吉。好像一根巨尾巴拖在身后，此乃大清臣民的标准模样。改元为居，渐渐成型，改朝换代，一封一手，重在发型衣领。如今伏笔风起，大有皇帝临朝之时，不知哪一天颁布新礼，统着汉服，不允西装革履，身体发肤受之于党，不知这万千烦恼丝是该留还是该提。总之不能像人一样活着，也许阴阳两面，半留半提。